Welcome back to my YouTube channel。看我身边有谁？你看我身边那个谁？爱你们。现在呢，全部都在忙，很忙啊。他们周末呢，因为他们要收拾东西上楼里，等下呢就要去送大师爷，现在就坐着休息一下先。今晚呢，送了大师爷这个交流会是蛮多庙来的，所以呢，你们也可以看到交流会。看一下今天有没有乱水，看一下有没有乱水。今天不知道，昨天的影片你们有看了吗？有没有乱水？没有，对不对？对，乱水不乱水是取决于我们摄影师的简介方式。现在呢，我们就送着大师爷了，去稻草那边。没有声音了，这个人。我要去稻草那边，去送大师爷。等一下你们就可以看到那个风景了。所以这几天你们应该是有看到那个 drone shot 那个风景，蛮漂亮的。等我们再去那边，刚好那个天差不多要暗了。等一下我要放一个飞机，他们送的时候要拍一下。
分钟的秒，七点的向往，青春期夜波，把夜波的四方，香火缭绕，七人太平，心中虔诚，生命自负掌控。太上望湖有苍生，心意临江七夜，出手就是赢，把夜波必有天下，凝视更壮，妙语闪闪光。间人潮涌动，心图归白，就是目的湖，神灯照明，照亮夜空，开向往的为你四海传送。在这片土地，神威浩荡，不可侵犯。一念七夜，守护百姓，把夜波的恩泽无边无际。太上望湖有苍生，心意临江七夜，出手就是赢，把夜波必有天下，凝视更壮，妙语闪闪光。太上望湖有苍生，心意临江七夜，出手就是赢，把夜波必有天下，凝视更壮，妙语闪闪光。西天太上望，迎连着七夜波，把夜波守护永远不落，心中心声神灯照流，是更壮的妙，永远闪闪。在这片土地，神威浩荡，不可侵犯，一念七夜，守护百姓，把夜波的恩泽无边无际，太上望的威名四海传颂。神庙屹立在这片土地，神威浩荡，不可侵犯，一念七夜，守护百姓，把夜波的恩泽无边无际。太上望湖有苍生，心意临江七夜，出手就是赢，把夜波必有天下，凝视更壮，妙语闪闪光。心中星球是恩长流，是更壮的鸟，永远闪闪。分钟的秒，七点的向往，青天七夜波，把夜波的四方，把夜波守护永远不落，心中心声声恩长流，是更壮的鸟，永远声声。四更钟的秒，七点他上网，今天今夜波，把夜波震四方，香火缭绕，七月太平，心中虔诚，神明赐福掌塔。太上望湖有苍生，心灵连接七夜，出手就是赢，把夜波必有天下名，是更壮妙语闪闪光。西天庙前人潮涌动，信徒跪拜求神明庇护，神灯照明照亮夜空，太上望的威名四海传颂。神庙屹立在这片土地，神威浩荡，不可侵犯，今天七夜守护百姓，把夜波的恩泽无边无际。太上望。
恍惚又苍生，心灵面前七夜出手就是你，八点光壁又在下你，是更重要于闪神光。看上恍惚又苍生，心灵面前七夜出手就是你，八点光壁又在下你，是更重要于闪神光。七点半上网，平原七夜波半夜波，守护永远不落，心中星辰神恩将流流，是更壮的庙永远神圣。哦 OK， 我相信你们已经看完第一集、第二集、第三集、第四集的影片了。OK， 那一天呢，最后呢，太夜了，我就没有做到 ending 啊。丢呸！在这一个神经这样的录制跟拍摄呢 ，vlog 满满给你们看。然后我相信呢，七月份呢是给你们看到宝了啊，已经很久没有拍神系列影片了。这样七月份肯定是会遇到很多喵啊，然后有时候被邀请啊都有拍到的啦，所以没有乱水吗？有看到乱水没有？有看到乱水的就拿我的影片去剪哦。烦死了、就这样啦，拜拜，记得帮我的影片分享还有订阅我的影片，拜拜。